环境部嘅气象专家指出，寻日安省各地都创下几十年嚟嘅同日最高温度，其中以 Collingwood 嘅温度最高，为摄氏 15.4 度，打破1920年摄氏10度嘅纪录。Mount Forest、Barrie、Ottawa、Trenton、Cornwall、North Bay 同埋 Sudbury 以及 Muskoka 地区，亦都打破最高温度纪录。不过呢、这个周末嘅气温将会急跌至零下，下星期嘅温度仍然较温和。安省南部多数地区将会冇机会睇到白色圣诞。 VOTV 洪嘉伦报道。